我哋有 Cindy 同埋江南。介紹下先。呢一道菜係南京菜嚟嘅，都係我公公教學過嘅。哦，雞面線。係啦，嗰個特色就係喺面線上，佢嘅面線係比較糊狀啲嘅。江南，你有試過吃這個面嗎？這個是第一次吃。很好吃啊！試下呢個嫩雞面線啊！嗯。今次好配合啊，因为嗰啲鸡髀肉咧切得细粒，好容易入到味，同埋Cindy咧去腌鸡嗰度咧都下咗好多材料啊。Jenna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平时会烹饪的吗？好吃，就是不外婆在做菜的时候，不会给我们弄，因为她怕我们受伤。那你跟Cindy合作怎样啊？没有很难的。没有困难的，Cindy，你觉得阿母会帮到你啊？ 佢好帮手，即系你教咗佢一次，佢已经系可以完全帮你整到晒同我嗰个一模一样嘅样咯。Cindy 啊，如果俾你带佢哋三个是但一个带翻去香港同你合作参加呢个小厨神，你会带边个咧？你扮嘢啦，Sir。如果要带翻香港嘅咧，我系会带江南翻香港嘅，因为江南佢做嘢同埋吸收得会快好多。 我俾咗第一次，一轮到 Cyrus 同埋家姐江君嘅菜式啦，好，Cyrus 介绍先。我今日向你哋介绍呢个菜式就叫做广式炸酱面线，佢呢个特色呢就系食到甜酸辣呢三种嘅味道，仲有比方系阿公公家传秘方嚟嘅。好，子子介绍一下。呢个是麻油鸡面线，是我外婆教我的。 因为他常常会做麻油鸡面线给我跟妹妹吃，然后这次是我第一次自己做，好棒哦！好，咁我哋又试下 Cyrus 嘅炸酱面线先，好好味，嗯，好稳阵。阿 Cyrus， 我哋睇你同阿家姐合作嘅时候咧，就觉得你系即系家姐迷到啊！你有冇嘢补充或者系要澄清咧？冇咧，冇啊，冇。 但我成日见你阴阴嘴笑望住佢，甜丝丝，一系啲叔住人哋只手。君会点帮到你咧？你揸住人哋只手系咪啊？Jenkins，有咩有他摸你只手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他很讨厌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样子很正常，很正常的，脱手很正常的。哎呦！ 不是你跟Cyrus合作怎样哦？我觉得他很厉害，他很会做菜。我们问一下家姐的面线先，家乡啊，个味道，很家乡的味道，整个面嘅香味咧，就系沾住啲鸡，再落翻啲麻油，再用啲姜嚟爆香佢，嗰啲黑麻油咧系特别香嘅。那你看到Cyrus做那个炸酱面线自己会弄呢？ 重复再看一次的话，应该就。哦，那你来香港找Cyrus可以吗？好啊，好。你看到他，你话我带你嚟香港啦，咁样啊嘛。Cyrus， 我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翻香港参加呢个小厨神，你会带边个翻嚟香港？系啊，佢哋三个。Cindy。哦。点解咧？因为你唔识讲国语啊嘛。因为我呢个有啊，真系话。好。 无论如何啦，两个都做得好，我哋俾掌声，Cyrus同埋江君姐。过程我觉得好开心，因为同佢哋合作嘅时候，佢哋会一直咁样去帮我去做唔同嘅嘢，唔使自己一个人咁辛苦。哇！半桌餐已经喺我哋嘅眼前啦，真系好靓啊！俾啲掌声自己先，俾你哋。 嗱，我自己同埋佢咧，个个都好靓，个个都好有特色。不如啦，嗱，我哋试下先好嘛，先试下 Sarah 呢个。好啊，Sarah姐姐，够胆就试啦，试面嗰啲啊，大家。做咩笑啊？我中意佢，见到系咁嘅味，咁嘅味啊，真系我见到。好原味哦，见到有啲ketchup豆味，有啲芝士味，有少少芒果味。呢啲叫原味咯，系啊。 呢個好 comfort food 嘅 style，好 homestyle，我都幾中意，但真係好飽喎。嗯，冇得揀嘅。你試下，有芝士就係香好多。依一個咧，嗱賣相其實咧，我已經有啲芝士喺度，好吸引。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再焗咧，焗耐咗少少，等佢再燶多少少咧，再脆啲咧，就仲好。跟住我哋又試下 Toby 姐姐嘅話，好嘛？喂，邊個？我估你唔到啊 ，Lovey。 係喎。
湯底有啲料到嘅，介紹一下先，唔係飲雞湯咁簡單噶嘛，係嘛？雞湯啦，跟住加翻少少嘅糖啦，但千唔好落鹽喎。點解咧？有腸仔同 bacon 咧，其實已經夠鹹啦。嗯，最重要咧係你整個湯底之前嗰扎料咧，你都要揾少少牛油炒香佢，先至落去。咁最尾咧就要熄火或者細火嘅時候咧，加翻啲花奶。我之前有講到你好地獄咁樣嘅，唔係啊。好啊。嗱，跟住我哋不如要試下添埋俾一個啦喎，好嘛 ？OK。哇，好鬼脆喎，其實。嗯。點啊？哇！你食到啜曬啲手指咁喎。嗯。牛油果醬自己整嗰個好好。但係有時候我覺得咧，好有呢個 garden 個 feel 咯，好似啱啱咧又有啲 tomato 仔啊，啲 lettuce 咧，好新鮮個味道。係咪？好甜嘅。試試下 camera 呢一個先，佢就話咧係咁嘅色嘅。我之前話咦會唔會燶咗少少啊？係啊，我都冇問佢喎。但係原來唔係嘅。你識你問你嘅。解釋咗十次俾我聽啦。我感覺有啲似食緊 donut 咁。我又估唔到咁好味嘅喎，加埋個糖漿好夾。有試啊 ，Burgers 嗰個 all day burgers 啊，嚟。哦。啲啦，係咪？但唔緊要，都試下另外啲味道，睇下整成點樣先。因為成個賣相都好好嘅。蘑菇好香，因為佢同啲蒜片一齊炒，所以同埋用咗牛。嗯，蘑菇好好食。我又覺得個番茄又真係確然可以煎燶多少少嚇，而家就略鹽生得滯。佢好香，好調味㗎。你加啲咩啊？鹽同埋黑椒。鹽、黑椒。佢用個手嚟按摩啲。係咩？嚇，乾唔乾淨啊？手乾淨。幾好啊！其實個味好好。好清新，無論結果點樣都好啦，都俾獎先自己先啦。Lina， 麻煩你啦。邊一個嘅早餐最吸引到你呢？嗱，個個都好好味嘅，不過咧，我都係 stay with Sarah 姐姐呢個碟菜啦。因為咧，其實我自己本人咧，好中意食啲早餐咧，係比較熱啲嘅，同埋咧好好味，所以我最中意都係 Sarah 呢碟菜。多謝你啊 ，Lina。我最喜愛嘅。係啊 ，Cameron 嗰個，因為喺佢整嘅時候，我真係唔啱。Lina講：，你試啦，我真係唔試。但係原來頭先整到出嚟好好味，即係原來唔單止甜品又啱，早餐又啱，依一個係我俾你好高分嘅，所以都俾啲掌聲你啊！好嘢啊！好嘢好嘢！一個好味嘅早餐咧，係好重要嘅，因為係一件好窩心嘅事嚟嘅。既然咁窩心，不如我哋分享一下依個窩心嘅感覺，一齊試食啦，好嘛？嚟好啦，嗱，香港小陣，無論係你哋又好，台灣嘅小陣又好，真係好叻，完成曬所有嘅任務啊！不過嚟緊日子咧，要繼續加油，知唔知？知。我哋堅持嘅。加油！阿 Bob 咧就係揀咗 Cameron 嗰個肉桂西多士嘅，咁我自己覺得都幾特別嘅，因為喺咁多道菜當中咧，係得佢係甜品，咁食完啲鹹嘅，再食甜嘅，就係圓滿嘅句號啦。咁啊，今日見到三位嘅小廚神咧，我覺得佢哋嘅功架都非常之厲害嘅。我記翻起自己細個同佢哋差唔多年紀嘅時候咧，我都未識煮嘢食咯，咁所以佢哋今日煮到嘅三樣嘅早餐咧，我都覺得非常之厲害，要俾啲掌聲佢哋啊！加油啊，你哋！歡迎 Cyrus 同埋 Cindy 完成咗台灣建學之旅之後咧，翻返嚟香港啦！我哋六位小廚神咧，再一次合體啦喎！我知道你哋兩個咧係玩得好開心喎，有冇啲所見所聞想同大家一齊分享呢？我覺得最辛苦嘅就係耕田啊，要落田啊，我都唔知點解咧，做小廚神應該係可以食嘢同埋煮嘢食，點解又要我落田呢？呢、這個問題問得好好，因為我哋三個都係主持人啦，咁我哋都有豬場啦，又見牛啊，又成咁樣都冇乜所謂嘅。但我真係冇落田，你冇田？冇啊，即係佢啫。係啊，唔緊要，辛苦嘅嘢係難忘嘅回憶，回憶嚟嘅係。我去咗台灣最想學嘅就係種蘑菇嗰個地方啊，仲有好多唔同樣嘅蘑菇，係有好多未見過。嗯，係啊。學到好多嘢㗎 ，Bob 哥。真係啊，咁就點解你唔使落田？我呢樣嘢係俾辛苦嘢佢哋做嘅。好啦，今日問下其餘四位小廚神啦，有冇掛住 Cindy 同 Cyrus 啊？我有掛住 Cyrus， 但係冇掛住 Cindy。點解咧？因為我憎 Cindy。你講大話！講大話！好啦好啦，我哋平靜下情緒先。咁你有冇好羨慕阿 Cindy 同 Cyrus 去台灣啊？少少啦，少少啊 ，OK。Cameron 咧，我好掛住阿 Cyrus， 因為 Cyrus 係我 best friend。我 best friend， 好嘢喎。想反嘅話咧，做乜事仲咁驚？
哇！真係估唔到咧，佢哋過幾月咧都已經有咁濃厚嘅友情。非常之好啊！不過咧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啊，因為你六個入面只有兩位可以進入我哋嘅決賽，爭奪我係小廚神三嘅冠軍寶座。今次同 Cindy 同 Cyrus 兩位小廚神去台灣，我係更加認識佢哋。Cindy 咧，本身咧以為佢係一個好嚴肅、好內向嘅女仔，熟落咗起上嚟又覺得佢又好好玩啦，同埋好健談。至於 Cyrus 咧，本身都覺得佢嘴嚼嚼噶啦，當佢真係發脾氣上嚟咧，哎又幾可愛，又唔係咁得人憎啦。下一集關鍵一戰，六位小廚神將要施展渾身解數，爭奪兩強席位。究竟哪兩位有資格問鼎小廚神冠軍寶座呢？